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谢娜与老公张杰于二月初迎来一对双胞胎女儿，身边的亲友及粉丝都为两人感到非常开心。就在13号母亲节这天，张杰首度主动在社交网站晒出老婆的孕肚，只见谢娜身穿透视白纱长裙，两手捧着超大孕肚依偎在她的怀中，画面非常有爱。谢娜在宣布怀孕后就随即进入停工状态，平时也鲜少外出，因此在谢娜怀胎10月期间孕肚鲜少曝光。没想到就在母亲节这天，张杰竟主动送上福利，晒出一张写真照，并写下节日快乐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